那个跳舞机的视频是我是男生。视频底下有好多人都在说，一个男生，你穿什么短裤，穿什么长筒袜，不理解我的穿搭，我没需要你来理解我。穿什么是我的自由吧？虽然我喜欢的东西，我要去承受一些流言蜚语，但不是打击我的理由，或者是说侮辱我的理由。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，最起码你要做到尊重吧。你不喜欢我就真实一点嘛，就划过去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继续看我给自己添堵呢？蔡依林的《玫瑰少年》里有一句歌词唱得特别好，生而为人无罪，你不需要抱歉。出生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出生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我要是能选择的话，我可能还会坚持我现在的样子吧。我希望大家是带着更多的善意接受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事物。大家生活本来就很难了，已经很累了，我希望每个人的善意更多一点。拜拜。抖音